使臣曰：“世祖建御史台，分制察院，以监察御史专司耳。目非有时望者不能御其选，故自治元气于泰定，御史多称职者。”燕铁木称元立文宗，专弼自治，非其党羽者讽御史何去之？元统以后，严卫陋习，哈麻沙托托、硕斯兼沙赫太平，皆先矣。御史之纠合，显道是非，肆意污蔑，是特奸人之鹰犬而已。呜呼！岂世祖所及料者哉？